挣钱要伤天害理吗？真想改，世界的道太宽了，就看你的心遵循的是慈悲还是邪恶。我觉得这个这么多行业，你为什么非要去杀生啊？那你懂了就可以改呀、啊。你比如说杀猪宰羊，并不是什么技术活，你可以改，你可以改成卖菜呀、啊，可以种菜呀、啊，种庄稼呀、啊，做建筑啊。你干嘛非要去用？我除了杀生就不能干别的吗？都是可以改行的呀。实在不行，出租车呀，是吧？有点钱往外租房啊。你干嘛非要去杀啊？以杀的这个行为成了习惯，这种恶业毕竟是进行做这个行业的这个人，这个老板还是背罪业的。还有在你的大脑和眼睛所视觉听觉听到这个声音，这种杀变成习惯的时候带给孩子的又是什么？我担心的是这个。所以知错就改，你别说知错之后我不改我还喊冤枉啊，知错就是改，这样才可以，就是佛教说忏悔嘛，我错了我就改呀、啊。谁都会犯错，因为无知才犯错，那你知道了干嘛还继续犯错呀、啊？说那你为了挣钱，挣钱要伤天害理吗？你可以做一些不伤天害理的挣钱呢、啊，就给别人带来真正服务的，是不是、啊、你像温哥华光修家电和修马桶都能赚不少钱呢、啊，吸地毯你给人打扫卫生也挣不少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行业的你不要说有的时候就人入魔道啊，不知回头，你要不想改了之后肯定找不到第二份职业。真想改，世界的道太宽了，世界不是一个十字路口的道，而是无限的路摆在你的眼前，就看你的心遵循的是慈悲还是邪恶，这个你自己要去思考。好，知错就要改。